Hello， 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玉琪，在《冰与火》里饰演江磊。上优酷看《冰与火》，我在《冰与火》里等你。介绍一下剧中自己这个角色。江磊的人物设定呢，是一个18岁的一个少年，家境比较优越，父亲呢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的这样一个孩子，母亲呢在国外很有钱，有钱。妈妈把他留给舅舅去照顾，他可能初中就辍学，然后学上了一些不好的社会习气，这是江磊的前世。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一个除了 K 集团在外面所有的老大都害怕的18岁少年，一个在好多面前很像一张白纸的少年，一个把他舅舅拉向深渊但是却不允许其他人伤害他舅舅的少年。你觉得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和江磊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先说不同点吧，我觉得不同点确实蛮多的，因为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生活当中真的活成了江磊这个样子，他也蛮可怕的，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极端性的人，有极端的性格。我觉得相同点的话，可能是面对长辈时候的那些尊敬感和孝顺。不管江磊做了任何事情，但是我觉得他的本心一直是爱他舅舅的。为什么会选择出演江磊这个角色？为什么会出演这个角色？其实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啊，我太难了。我是被选择的权利，是傅东玉导演选择了我演江磊这个角色，这个是实话。你觉得是身上的哪个闪光点让导演选择你？傅导曾经跟我说，在我眼睛里看到了和江磊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渴望。我会看着他的眼睛来告诉他，我真的很希望来参与到这个冰与火的拍摄当中，很希望跟他学习，很希望饰演江磊这个角色。其实之前我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傅导一直跟我说江磊是在这部剧里完成度比较难的一个角色，我也真的害怕自己完成不好。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拍摄过半的一个时间段里，我还算有信心的觉得自己超额完成了自己的预期对江磊这个角色。这个角色给你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是人物的转换吧，因为像第一个问题一样，我觉得江磊他有三个人物性格，这三个人物性格还都是完全独立的，可以理解为三个人，有一点精神分裂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在饰演每一场戏，因为我们是套拍嘛，就是不一定拍每哪场戏，要临时转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压力很大，而且完成度我觉得难度很大，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觉得自己是靠什么拿下江磊这个角色？ A 颜值， B 演技， C 其他。 A 和 B、对啊，就是颜值和演技。正派角色与反派角色，你觉得哪个更有挑战性？反派角色，我觉得正派角色他至少有一个框架叫正义和规矩，他们不能违背这些东西。但是反派角色其实包括剧本啊，他会有很多戏剧化的夸张处理，导致了很多反派的人物性格其实是反人类的性格，就是你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去衡量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事。因为既然称得上是反派，他是有性格缺陷的，不管说是暴力还是抑郁症还是精神病，就像这样的他都是一种反人类性格，你没办法用一个我们现在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去思考他，所以你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探索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觉得自己身上的哪一个气质是非常适合演反派的？我觉得我现在拍完《冰与火》之后最大的担心就是以后我还能不能演正派。如果江磊可以上热搜，你觉得热搜的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因为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江磊到底坏不坏？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我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可能到时候我更希望看到弹幕或者说是粉丝给我的留言，然后汇聚所有的想法之后，我自己可能慢慢的会想出，他到底坏不坏。冰与火播完后我靠什么留住粉丝？冰与火播出之后我靠角色还原度留住粉丝。